麦勒上将夫妇今天上午9点离开松山军用机场的时候，我国空军总司令陈一凡上将夫妇和美军顾问团团长泰莱少将夫妇等人都到机场送行。陈总司令并且以麦勒上将在我国访问活动的相簿一本赠送给麦勒上将作为纪念。麦勒上将在我国的访问期间，曾经到南部基地参观空军后勤管制